给我拿点钱吧。你又要钱干嘛？一天天的跟妈要钱，妈这兜里的钱啊都快给你光了。我准备创业了嘛，你给我拿点呗。你看你也没干过那么大的生意，这弟弟妹妹挣的钱啊都给你砸上了。你啊得用点心，不能这样不用心，这家里的就那家底儿我都害怕，有个什么事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呀？这妈能有啥事？你把钱给我，我去创业，挣了钱以后咱家就不用愁了。那行吧，那你弟弟跟妹妹挣的钱这个月都给我打回来了，我把那张卡给你，你取了好好做生意，希望你啊能多挣钱，挣到钱能把我们这个穷家能盖上一座大楼，给你弟弟那两个一人一处都娶个媳妇，我也对得起你爸了，是不是？行行妈，肯定能挣钱了，这次我看好了。那行儿子，妈给你拿卡去，你等着，妈给你拿去。行行行。妈，妈，儿子你回来了。你说你咋在这坐着呢？哎呀，我没事，坐着歇歇，干活刚回来。今天我发工资了吗？看。前几天你不是刚发过工资吗？这咋又发工资了？你看呀，我儿子多能干。妈，我们半个月发一次，你不是不知道？上个月发的是年奖金，带上个月的加班，这是啊工资啊。你呀、啊，替我存着啊。行行行，妈给你都存着。存起来啊，以后妈给你留着娶媳妇。那行妈，反正我这上两年半存的也差不多了，你啊也月都存着，你自己啊该花花该吃吃。行行行，放心吧。家里就你自己吗？啊，你哥刚回来也走了。那行，那我进屋收拾收拾东西去。啊，乖，今天你吃点啥？妈给你做饭去。你面条吧。啊，那行，那回屋吧。干活吧，闺女，你下班了？啊，今天下班咋那么早啊？我今天提前完成工作，不用加班了。我帮你吧。不用帮，妈自己闲着没事，在家打扫打扫卫生。你既然上班回来了，也挺累的，去回屋去歇歇吧。那行，等一会儿那个我再帮你做饭。那我进去了啊。那行，我也不干了，我们回家做饭吃。好。妈，妈，儿子，今天咋回来那么早啊？再给我拿点钱呗，妈。你前段时间给我拿的钱啊，全赔进去了。那好几万呢，你全赔光了？那可是你弟弟妹妹上班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啊！你是干的啥买卖呀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不很正常吗？你手里还有点钱吗？你先给我拿点，有多少是多少吗？妈没钱了，他们挣的钱都没给我，给我的钱都给你了，现在妈也没办法了。你说我信吗？啊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自己进屋里去翻去了啊！你翻啥翻呀？这钱都给你光了，你还翻？咱这个家还指望着你呢，我看现在啊，都被你给败光了。不是赔了吗？你再给我拿点啊，我就不能赚回来了吗？我没钱，现在家里啊这生活费都是你弟弟妹妹给我，你啊光出不进，我看你也是个无底洞，一天到晚的就这干大生意，要也不给人好好的找个工作什么的，踏踏实实挣钱，没那个能耐还添那个能。上班能挣几个钱啊？啊，生意若赚一下就赚个大的，关键是我们家也没钱呀、啊、哪有这个钱叫你陪着玩呀、啊、这你没钱不会去借啊？啊，我跟谁借去啊？你爸死得早，你们三个现在正花钱的时候还没张嘴呢，别人都吓死了。我让你借个钱你怎么这么费劲、啊、我去哪借去啊？干嘛呢你、啊、你推谁呢？啊，我干啥用你管啊？
你这一大早上吃枪药了啊？疯了，逮谁咬谁啊？是啊，大哥，你说你是家里的老大，家里都帮不上什么忙，还这样对妈，你太过分了。有你敢说话的份吗？啊，没啥事赶紧滚蛋去上班去啊！你怎么跟你弟弟妹妹说话的？你们平时挣的钱，他说他做大生意大买卖，妈都给他们了，他现在做生意赔了，又跟妈要钱，你看现在不给他们，他们都给我翻脸。什么？做生意？妈，你瞅瞅我哥这个样子，他是个做生意的人吗？啊，天天满脑子浆糊，成天吃饱了啥也不干。这我大哥他平时都不正干，你说你怎么能把钱全部给他？这你也不和我们商量。花你们俩钱怎么了啊？我看你们是不是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，对不对？行啊，你不就是花我们点钱吗？那钱我们不要了啊。妈，那钱我跟我们俩我们都不要了，以后我大哥你也别让他在家待了，你让他爱干嘛干嘛去，你啊就当没这个儿子，以后啊你的生活我们俩照顾。是啊，妈，这我二哥说的对。大哥你现在也不小了，你这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，你也是时候该撑起来了，我看你还是出去打工吧。你们俩虚叨虚叨，这点道理我能不懂吗？要能找到工作，我能不去上班吗？行了，说你两句还净有道理了。平时你弟弟妹妹上班挣的钱，你说你在外边干大生意干买卖，以后挣到钱能盖上这小楼，这全家人都盼着你，指望着你。现在你混的刁蛋王娘了，还不会改，说你两句你还有脾气了。今年我看好了，你不是有毛干大生意干买卖吗？你出去吧，离开我们这个家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行，我走，我啥时候混到出人头地我再回来，行了吗？说的也挺有志气的，你啊出去吧，没有本事啊别回这个家。我走就走。行了，妈，你呀、也别气了，我大哥那人你又不知道干啥不赢。天天妈，这让他出去锻炼锻炼也行。行了，闺女儿子，妈知道了，你大哥那个人啊光想干大的，也没那个头脑，现在啊叫他出去消等两天，他想通了他都会好好干了。走，赶快回去吧，你们上班累一天了，妈给你们做饭吃。走，回屋吧。